谢谢大家。我今天太棒了，在梅西湖大剧院演出，我感慨万分。我一定要说一点什么好。我特别想感谢，第一点感谢亲爱的热情的观众，长沙的观众，谢谢你们。第二个感谢的时候，要感谢我们所有幕后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很辛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他们。我最后要感谢的是我们长沙这个很神奇的，能够创造很多不可想象的一个城市，很美妙的城市。那是2008年，不对，2018年的时间，我给串了。那是2018年的啊，因为湖南长沙，因为梅西湖大剧院，因为深入人心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演一部音乐剧能够在台下有这么多的热情的观众，是因为这个神奇的地方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常回家看看呀，国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完了。谢谢今天到场来观看原创音乐剧《在远方》的每一位观众朋友。在这儿呢，要辛苦各位拿出大家的手机，我们合照一张，可以吗？